夫妻复活十八天，昨晚开心搞了点8+1，今天有点肿，但是没关系，自律使我自由。底信疫情的时候卖车卖房，我没有流泪。阳神大神这个 IP 这么多年网暴嘲讽谩骂误解，到现在的700多 W 的球友关注，我也没有流泪。将自己的全部身家时间投入到了羽毛球的事业当中，找家人朋友借钱投了2000个做羽毛球训练基地，到现在生意爆满，很快回本，我也没有流泪。但是当我看到雅思头上强无敌的旗帜的时候，我流泪了。我创造底信的初衷，我想把强无敌精神传递世界。在 CCTV5 咱们在雅思的头上看到了我们的旗帜，这是一个巧合，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强心剂。接下来我会更加努力的把底信做好，将强无敌精神真正的靠自己的实力传递世界。石宇奇虽然输了，但是作为朋友，我依旧希望他热爱生活，好好陪伴家人。为劳逸运会他付出太多太多了，是时候要休息一下。如果你们要骂就骂我吧。复活第18天，继续冲。